我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，所以我最爱的，我最享受的过程是做音乐的过程。我个人比较迷 hip hop，大胆、自由的，并且真实的表达自己。Converse 跟 hip hop 非常有契合点。16岁的时候开始买了第一双 Chuck，当练习生的时候，每天在跳舞的时候就穿 Converse。